依我说，谁也没你见风使舵。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，我陈德道有自己的一套。<笑>长吉，你来监视这次行动。是。 是我，什么？什么人放走的？什么时候？我车就过去。唐妈，唐妈，快备车！太太，出什么事儿？陈德道把顾尚局放走了，愣着干嘛呀？备车去呀！哎，你身上还有伤呢，你走慢点。 哎呦，肖主任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来了？顾尚局，是你放走的？还以为什么大事，坐，齐队长。你这是通敌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可以正法了你！ 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日本人还能撑几天？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出路，只有你盯着这芝麻大的屁事儿不放。正法我，替谁正法？陈公博吗？你现在问问陈公博有没有功夫管你这屁事儿。正法我，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，也算是朋友了。听我一句劝。 为自己多打算打算。哼，所以，你为了给自己铺路，就把顾双菊还给了重庆。聪明啊，顾双菊是重庆派来的，你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你就彻底和重庆无缘了。我这么做，不仅是帮我，也是帮你。你放屁！